学习可能会过。哇，开门！我现在你。是给你买的包子。好，谢谢谢谢，你真好心人。千玺，加油！我要是当时甩开猎人，然后猎人去追别的玩家的话，我觉得那样会很后悔。然后就一直引着猎人，然后我一直在那绕圈，就能绕一会儿是一会儿。我这有个月饼可以给。哎，乞丐。好，我这有个月饼。我当然也想弃权了，但那对游客怎么办？我是丸子。洪大姐，喂，姐姐，你好，需要您去解救，是需要您去救。您是这位先生，那个穿黑衣服的哥哥，叫人杜淳哥，杜霄哥被抓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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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馨予姐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啊，不好意思打扰，张馨予姐姐，张馨予姐姐，杜霄哥哥，啊，谢谢，杜淳哥哥被抓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罗晋哥哥、黄家千姐姐、黄雅丽姐姐被抓，罗晋哥被抓，杜淳哥也被抓，大张伟哥哥弃权。张馨予姐姐，不好意思啊。要吃巧克力吗？还是刚刚我拉开那个绳子吗？我一会儿有机会就过来救你。太好了，肯定过来救你。等你们。如果我复活异形队员的话，肯定就是张馨予姐姐，因为一开始我抽动链条。让他被抓了吗？我要复活张馨予姐，杜霄哥哥，帮我复活张馨予姐的吧。张馨予啊！啊，谢谢。好吧。一、二、啊。我天！任务完成，两名猎人被封锁了。哇！我刚才要冲锋，加油！咱们去找猎人吧。找一个，该我们出马的时候了。走，现在去找凤头鞋的姑娘。前两个任务都没做到，我后面要冲出去了。电影宫廷戏的感觉，有点像神经病啊！千玺复活谁？我的首选先选王源嘛，但是看王源乖不乖了。啊！哇，您看我厉害！哇！啊，谁送您的？沾沾您的喜气，千玺。千玺，别玩了，跟着我，跟我尖尖哥待在一起。当时特别大声喊了一声 ，Yes， 也是我们三个人拿了冠军嘛，然后也特别激动。别人来了。啊！白马，刚才太帅了！我们成功点亮这个任务，给他们取得了一个线索。我罗晋哥好厉害，三个区域都是他开的。罗晋哥哥是今天的能力者呀，好帅的哈！没有，是哥哥在那边做完了任务，特别棒。任务应该是通过了，帅。我要选红色。易烊千玺。因为我的幸运色是红色，是因为我没有女朋友才白看，那他们俩有啊，我没有粉丝。
千玺太能跑了。今天千玺居然在我们中子间，我们就所有人看着他把那个猎人绕了三圈。体力就到那已经坚持到最后最后啊。后来我问了千玺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停地绕着这样一个房子不停地在跑，我说你完全可以就跑了之后再躲到别的地方去啊。他说那个就最后就剩几个人了，就剩几个人之后呢，我想拖住这个黑衣人，让他们把这个任务赶紧去攻城完成，我想把时间拖久一点。然后我看着眼前这一个我都可以当叔叔辈的人了，我看着眼前的这样一个小孩，就是瞬间就特别想咬他一口，他拧他一下，就觉得这孩子太懂事了，就是可爱的地方就在这儿，可能是一瞬间可以看清一个人的本质，一瞬间可以跟他成为一辈子的朋友。